你说什么？你打我干什么？你怎么总打我呢？你不想听你出去，学长给我讲课呢，能不能好好听？我不听。你不听你出去啊。我就不听。哎，你是不是有毛病啊？你这人，我为了你好，我好心好意我帮你换。应该脱。找不到方法证明爱情有偏差，好想要放弃他，心里却一直在跟自己吵架，假装不在乎，假装每天很忙碌，可是我却